唐嫣和赵丽颖的金鹰女神出场秀，你觉得谁的更美呢？娱乐圈中获得过金鹰奖的女星有很多，赵丽颖和唐嫣就是其中之一。她们在金鹰奖典礼上的出场是怎么样的呢？一起来看看。唐嫣一身金色的礼服，把高挑的身材包裹得很是完美，金色的王冠让她看上去更加的霸气，就像是女王，美到让人窒息。金色的披风让她尽显女王范，配上荧屏里金鹰的翅膀，真的死太霸气了。全场金碧辉煌，搭配唐嫣这一身的装扮，看上去真的好像是神话里面的景象，美到让人舍不得眨眼睛。这是唐嫣的金鹰女神出场，那么同是金鹰女神的赵丽颖出场是怎样的呢？一起来看看。赵丽颖的出场比较梦幻，像神话，看金鹰脚下的大水晶，大家肯定想不到那是什么吧。打开后就是赵丽颖，很仙很梦幻。赵丽颖以一身银色礼服亮相，风格和唐嫣的完全不一样，唐嫣的以金色为主，赵丽颖的以银色为主。赵丽颖这个像千手观音，赵丽颖的造型也很美，像一条美人鱼，尽显淑女范，王冠的造型让她尽显高贵，真的是好美。最后的定型真的是太霸气了，金鹰的大翅膀完全展开，赵丽颖站在中间，就像是赵丽颖亲自带的翅膀一样，让人震惊。